歌曲就代表着我这8年来当歌手的精神，然后我会一直努力的坚持下去，然后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继续往前跑，然后带着满满的能量，然后每天很开心的去面对美好的一天，好吗？最后我们要大合唱这首歌，好吗？也是新歌，所以大家要把它练好，然后一起唱。最后这首歌送给你们，永不结束的马拉松。中。
轻微的跌倒。